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记得，化成灰我的记得你。你们怎么认识的？，是我表哥陆晨。 怎么老跟我扔粉笔头？你怎么在我眼前晃？不就是等着我搭理你？陆晨，你保证？永远不分手。以前分隔两地，把所有情感都寄托在一个电话线上。我们都已经4个月没有好好说过话了。为什么？留恋不懂，怎么想用分手？ 证明喜欢，年纪轻，不懂得低头，两个人都不懂。要是再遇到他，你会怎么样？归乡，当初分手，你要了我半条。 全都是你的好。归乡。